今天来到休顿室外场，安排了一个室外的训练，公开的，谁都可以来。然后一会儿准备打一些全场，然后刚刚选的这个场地很适合，因为一边的框是稍微低一点，所以我们会打全场，然后最后一起练弹跳。Yeah, it's gonna be good.
上去。Thank you.
很终于搞慢了，对。搞慢平地。因为我之前试过，譬如话拍，跟住咁样。摆到吹去左边。系咯，或者直接左脚，唔系左手拍。左手拍。Those are the main three though, so you either like throw it like that. Something like that, like you either throw it out or like.刚练完将近两个多小时，最后练弹跳练了很久。我前天晚上比赛，然后那天晚上三四点才睡的，所以今天晚上状态一般，腿还很累。可是，因为提前就安排了这个活动，我就坚持要做，因为 it's good, it's a for a good cause, it's for the people, so had to get it in today. 最后练弹跳，一直跳的没那么高，可是还是使全劲儿去。跳，还有那个室外地，很强迫你调整心态去跳，因为你可能一开始，我一开始会有点胆怯，不敢跳得太使劲儿，可是我就继续主动的跳就是了，然后后来就跳得更好，最后做一些右脚，一开始是右脚起跳，然后右左，然后左右双脚起跳都练了，所以对今天活动不错，有很多正能量的。想进步的人来，然后他们也互相认识，他们以后也能一起训练，所以挺好的。今天晚上下午再自己去练力量，可是今天就这么安排的。希望下次能多做这种活动。Yeah, see you guys next time.